化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地球周期的必然还是人为破坏的结果。这个看似二选一的选择题，其实远比任何申论题都还复杂。人为造成全球暖化的论点，主要立基于工业革命后因为人类活动而激增的温室气体，加上人类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原本应该被吸纳循环的二氧化碳因为森林的砍伐、土壤的消失而无路可走，使得暖化问题日益严重。这样的认知让重视环保的国家纷纷投入减碳计划，但科学界对全球暖化的原因至今仍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暖化是因为太阳黑子的活动或是影响云量多寡的宇宙射线所造成，也有的将全球温度的观察期整个拉长，发现在中世纪时地球也曾发生暖化现象，而现今的温度上升则可能和小冰河期有关。古气候学者也证实地球温度本来就会上下震荡，在自然的变化情形里面呢，地球的温度是可以有时候冷有时候暖的交替变化的现象。那随着研究的进步，我们可以确认出它具有一定的周期。但这样的周期是否被人类行为给破坏了呢？根据科学家的演算结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在运算结果显示呢，如果一切只有这些自然因素的变化呢，到了现代，我们的地表温度的变化应该是介于小冰河期跟有一个中世纪暖期的震荡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为影响，现在的地球不该这么热。当然，不管是哪种说法，都只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各种推论。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漠视暖化现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地球只有一个，如果不想被热死，人类必须采取行动。